这次为大家介绍的是前臂镜头。镜头的位置在前臂边缘，缝隙很小，非常隐蔽。它使用的是普通手机电池，更换电池非常方便。前臂镜头是由六张真钱做成的，可以正常使用。前臂镜头可以折叠起来对扑克进行扫描，也可以平铺扫描。主机报了三，也就是第三家最大。我们来验证一下结果：9点、4点、8点。所以第三家最大，爆牌正确。当不使用的时候，可以将电池取出。